快快快！不滴。我昨天从那边，然后是上面这边吧，一直过来。可是现在这个状况哦，有点尴尬。就你来乱！要么四支箭，北齐一直按错。这个防御很好啊。噗！噗！干！完了，干，真的看得到。看，竟然看得到啊！先跑，我从那一颗骷髅头后面上去。哎呦，哦，牙齿跟那个起脚什么都在这。哇，很吵哎，里面在开趴啊。嗨，里面其实这一星宫其实真的蛮射蛮远的，不会下坠。有那个黑色的就很靠北。
可以了啦。这个用掉了。骑士之剑。骑士之剑。我要一个旅人剑。士兵之枪。留着吧。嗯，那他那个怪不是打掉了吗？他东西呢？不至于喷飞这么远吧？二六啊，那这是不用了。这么多骑士之剑，哎呀，少捡了五个那个波克弓满。炸弹唯一的缺点。道具会喷飞。我看一下还有什么。哦，这个可以丢。差不多了。哼，灰牛，高级兽肉，哇，很吵。好啦好啦，要来了啦。骑士之弓，骑士之剑，母奥吉姆，存个档。我看一下后面有没有东西，没有。那看来等一下我们直接过去那个岛，不是这个岛吧？是那一个。我到时候还可以再飞回来，先把这个打掉吧。这包是解什么的 ？Go！ 荔枝考验，来呀，考验！终极一样啊，不是这一只吗？哦，不太一样哦。自动存档。我靠，他好痛哦！我的天哪！哇！我换一点一些衣服，可能比较高。
防御比较好一点。裤子都差不多。等一下，我换个武器，这个要全力拼搏。26，没有特别好的，双手剑就没办法用那个。哦，不对，不是要跳，是要往后跳。我这操作的手法要熟悉一下，太紧张了。等一下，再存一次档。哇，莱雅考验这么屌、啊！还有什么罐？武器换一下。没办法用这个快速键喝吃药。全防御。这是什么？速速药水。我记得有一个防御啊，哦，这一层，哎呦，老浪费了。刀，干！
双手剑真的速度太慢了，只能打一些那个偷袭类。好了，至少大概抓住他的那个攻击模式。是真的好痛。操作盾反，好哦。看，为什么那一招没办法？骑士剑要美。这是啥小？哦！哇，招式蛮多的哎。等一下，我这样吃是不是我的那个补品都吃完了？17个，还好。Thank you.
哦哦哦哦哦！我还不太会闪躲。刚好拿那这一只来练。撞过来！换攻击重一点，二六。他一定会在连射。这招很靠呗。吹啥小？
回旋。干，盾防不住啊！还是用盾反啊？安安，跑跑姜饼人，还在跑啊？出来出来，让我练习练习。你是不是要回旋呢？掉也就好了。太早了吗？啊！好痛！装备不够的意思吗？不过我觉得我可以打死他。
哇操！哇，回血没办法躲哎、欸，没办法中断。风险太高了。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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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！这动画不要啦。我先。真的是蛮痛的。不要算拿单手好了。看，为什么跳不起来啊？操作不熟悉。哒哒噔哒哒噔。一开先破他防，他来都会先防。太早跳。
去你的！还来这一招啊？啊？刚刚就想到要用盾反。怎么只有一个啊？你是爆掉了是不是？只有一个守护者之盾，加呢哦，三十，哦，喷到那边啊。不过我觉得我打得不开心。者之斧，强力输出，破坏障碍物，没拍照。哎呦，这么帅啊！给什么啊？骑士之弓还好。稳定射击，金属质，十分耐用。好的，好的。先用士兵之弓，以后再用骑士之弓。哎，早知道之前用盾反，不用打这么久，跟他在客气啊。